三边的。一哥，我们唱一下。唱一下西安。有来人没有？有来，我们上线了。有没有上线？唱一下西安人。我们也有要西安。一哥，西安。一哥，你不能走吗？来，我们去游行。哎，有人上线了。有人上线了。一哥。你打个灯光嘛，阿波。边打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西安的夜景哈，大家看一下，好漂亮啊！对，介绍一下。介绍一下。西安物业总队干部处处长。你害怕吗？孙处长。给我跟他美个白。欢迎你们来西安。孙处长麦丁东海。麦丁东海，东海人嘛，对，东海人嘛。武警啊！他工作那么牛，带了啥？带了泰金。不可以打广告。就说现在车这么难停。西安的夜景，西安的城墙。西安夜景漂亮，城墙哈。西安的城墙，城墙看到吗？后面。没事，把你挡一下子。没电灯了，没关系的。不怕。电灯了。有灯是吗？西安人，你城墙下是西安人的，有文化的，是有文化吗？喝太多酒了。没有。啊，我有酒味是不是？酒味挺重的。啊，你看刚才我们去吃饭，他们喝了几瓶酒，两瓶白酒，两瓶白酒。车怎么停的？不管了吗？有。车这么乱停啊？那不管了吗？有那个趴车小弟。哪有什么有那个趴车？啊，对，我烫到他嘛。没有烟疤吧？有的就是我的纪念你。永远的记住我是我烫的嘛，人家留言嘛，我他因为在部队工作嘛，就是不能有纹身、烟疤，任何伤疤都不可以。都不能的，为什么呢？不能，我们部队要干净。对，那有军魂不一样的制度规定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是啊。对。这是西安，这是很有意思的，可以给他们看一下。是你看一下西安这地方，也挺漂亮的。到这里边都感觉更好。啊，看漂漂亮啊。对，而且这么夜了还很热闹。对，很热闹哈。对啊，就是我们西安嘛。西安16朝古都，十三记好了，十三朝古都，历史证明十三朝，其实16朝。哥，西安是中国十三朝古都，看中国5000年的文明历史文化，十六朝来西安，来陕西。三朝没记载。三朝没记载。清醒的很。可以吗？有看到吗？没事。然后下来吧，从这下去。下去呀，有没有要下哈？哎，这个就是西安市的夜景哈，是很漂亮。南门外面，南门那边是南门哈。对，南门外面。就是今天咱们去南门的外边，就是，然后有这流浪歌手，有好热闹哈，它是夜精彩的感觉。对，因为西安的夜生活是非常好的。有了吗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现在卡了。卡线了。我看一下西安的就是夜景。看一下，西安其实没啥，有就是十三朝古都。啊，就是文化。对，西安没啥，我们有文化。对，文化嘛，就是有文化，有历史底蕴。是。西安其实没啥，它就是有文化。马来西亚人。对，西安人有啥嘛？有13朝古都，但是没记载的有3朝，16朝。16朝。真的，我有。你小心走路哈。知道的，我这回没问题。然后，西安还有啥？西安有好多，就是皇帝的墓地。那西安有啥？西安有好多古董。古董。对，五里八村。哎，没有。你找到我就全真的，找到对，就是有时候不好买嘛。然后
西安还有啥？有兄弟有朋友。很好。啊，是。我一看就对，我一看。然后，西安还有啥？西安是有臊子面、彪彪面。彪彪面。对。油泼面。油泼面。那个还有啥？西安裤带面。什么的？跟裤带一样，裤带。裤带面。就这么长一条，裤带面。裤带面。有面，有馍。西安人的城乡，西安人的城乡下是西安人的火车。好，是哈，我喜欢西安这里，是因为它是对很多历史古迹。这里这里历史古迹很多。历史古迹。西安的人非常热情，非常豪迈，好客，好客，好客。在哪？我们要坐哪？我们现在要去光阴酒吧。啊、观音啊。对对对，观音酒吧嘛。应该是挺近的哈。对，马上到，往前走。我们要去观音的。而且西安的人非常好。非常好，真的非常好。因为什么嘛，他们就是无忧无虑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他因为生活得很满足。对。来来来，我们要走去前面呗。走去前面嘛，这里是摇骰子的嘛。来看看一下西安的夜生活哈。对对对。然后就是喝着酒嘛，吃水果，嚼一点小吃嘛。一帮朋友，三朋两友，再喝点小酒，然后说点啥吃。是啊。哥要说两句吧。哥要说两句吧。哥说两句吧。没啥。到了哪一天？在前面那个。观音酒吧哦，观音。对。不是那个菩萨，那个观音菩萨的观音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是观音酒吧。我另一个我跟你说。真的，我另一个也不怯场，知道吗？真的很牛逼，不怯场。是啊，是啊，啊，在一个地方哈，观音酒吧。来，我们 ，Hello。福气哥哥，福气老板的兄弟，是弟弟。对，福气老板的哥。马上给介绍。结拜的兄弟哈。福气老，他有去过马来西亚。啊，是。去过吉隆坡。嗯，另外两个还没来过。对，介绍马来西亚女朋友啊，欢迎你们来西安。王小康，我们住西安。真啊？这都多少？都是他朋友开的哈。对对对。所以我们来这边喝两杯吧。观音。观音，对对对。一来西安，来西安，如果要喝酒，喝个酒吧，喝真正的洋酒，就是真正的酒，真酒嘛。因为中国有假酒。喝中国真酒，不管啥酒，要光阴酒吧。真的，真的，真是，因为我们夜场很多的就是假酒，对。但是真酒，对，会有一点潮。在哪？有点潮哎，有点潮，我们就不能够。我走进去看一下哈。听听歌的地方嘛，可以。有一点不搭干我的感觉哈，还好啦。所以在外面呢，他们都是这样子，哎，坐在外面在这里喝喝酒，聊聊天哈。等一下我跟他们聊一下，大概到半个小时这样，我就回酒店了。不会待的待吃，明天还要做直播，还要带你们到处去走，到处去看。OK。啊，会很潮哎，会很潮里面。潮。很潮，挺潮的。过来了。走，没事吧？对，看看一下好了，等一下就这太潮了，对吧？包老师正好带你们有酒吧呢，真的有酒吧呢。按呢，哈哈哈。来，应该是听不到我们讲的东西了吧？太潮了。反光，看不到，好，这样子还好。
在是农历七月哈，感觉上很正规。好啦 ，OK。你们那边好多朋友是吧？是啊。今天刚开第一场，29000人。哇塞，这么多！哎呀，我们也算。还有这个，就是我在马来西亚10万人认识我。对，不是，不，今天晚上你就一战成名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我29000人在看你。跟他们在一起还蛮安全的哈，公安。就放心。放心，公安。有武警。嗯。有武警，有公安，你怕啥嘛？有公安。有武警。我们今天晚上的有公安，有武警。对，快来。好了，我叫我在这里，公安在这，公安在那，公安在那，好多公安，好暗呢、啊，他们看不到东西啊，太暗了，就比较黑一点，黑呀、啊，好黑啊，看得到吗？看不到了，叫哪里？我叫哪里？灯嘛，看到公安在那儿嘛，这是公安。三印人，然后有东海人，对，东海人，老板，对，我也是东海人啊，而且你也是东海人，我也是东海人，对，麦丁东海，麦丁到江苏东海，对，讲话要很大声，因为这里太吵了。好了，开始的话 ，OK， 我们就半个小时，等一下我就回酒店了，我们明天再见，再见 ，OK， 拜拜。大家晚安，早点睡哟。三万那边给你回话回的啥？哎呦，有很多，都是中国啊，都是华文的，都是华文的。Okay. 我们都是讲华语。对，嗯，中文的哈。对了。OK 啦，好了。朋友们，负担。开始。有点吵了哈。对。那我们就这样子了哈，拜拜。